老师，学完这些手势之后，然后我还想再看一下比较有意思的眼神。眼神其实基本功就是要，首先要亮，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亮相，一定要有神凝神亮相。得，得，太傻，得，就是眼神啊，不是光瞪就是亮，它有这种含着的放光。我懂了。霸，大，藏。哎呀，有没有好一点？还行吧。还有实际上就是，这个是我们花旦里的一个眼神的功力了，就是转眼睛、扫眼睛。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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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。这是一个功，对，横扫。还有这种转圈圈。没逗眼吧，我都晕菜了。还有比如说这个拿这个扇子就横扫，就比如说你或者拿两个手指吧，脖子不要动，那是新疆舞。对，是这个意思，时间长你就会很灵活了。逗眼儿。